欢迎进入由蜜水柠檬独家冠名播出的《相遇的夏天》。本节目由用心配才对味的蜜水柠檬独家冠名播出。所有的相遇都有意义，欢迎各位收看优酷相遇在夏天。本节目由用心配才对味的蜜水柠檬独家冠名播出。欢迎我们现场的同相遇妹妹们，哎，欢迎各位。热不热？冷不冷？就你的季节跟我们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哎，这个棚吧越做越冷，所以我下次准备那个羽绒服过来。我们今天在现场看，给大家准备了点甜的，谢谢。人工摄入一点糖分，可姜老师，您觉得我们节目到现在为止带给您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？第一个呢就是不太好判断，老猜错，但这个对我来说是太开心了。第二个就是他们真的都有进步。纯纯啊，林林啊，对吧？这才是我想看到的东西。嗯，人生本来就比较复杂，嗯，一定不要太简单磕，那么简单不好玩。嗯，顺心呢，有让你产生新的感悟吗？那上一期我看完海林姐姐的表现吧，就非常的勇敢，让我觉得有新的冲动了。嗯，但大家还记得上一次男生写信的邀约，只有你的海林姐姐是落单的。看到上一集他都蒙着被子就抽泣的那个样子，其实蛮心痛的。而且带入来看的话，我还比他年长那么多，就都是女演员，如果都带入到这个恋综里的话，我没有他有足够的勇气。没有人对我心动，这趟旅程对我来说是非常煎熬的，我不知道我能撑到超过他多一秒吗？我觉得不能因为一次碰壁就要放弃。嗯，最起码你只是昨晚第一次聊天，可能以朋友的方式，可能以朋友更上一点的方式去聊天一个状态，但是不是一个结局，我觉得。嗯，太棒了，肯定是还有后续的。所以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再冲一下，对吗？必须冲。哦，支持姐姐往上冲。那我们就要看看海玲是不是会继续勇敢下去。一定。也看看几对比较确认的关系，今天在恋爱里面会不会更甜？来，我们磕磕糖吧，给我一颗白的。来，你要吃什么？来，都放你面前。谢谢。嗯，我反正就走。有吃的感觉好多了。看看我，我磕糖就够了。你磕，你磕。给你们分点儿。什么？水果。你买的？嗯。我给你们留一点。我帮你放这儿。啊，其实不是给你们分点，就是给他分。这什么可以直接吃啊？对，好吃。自然而然的就坐下了。你看这个妆发挺好看的。妆发好看哎。那当然。今天刘海好点。你适合卷一点点的。好，懂。是不是觉得我直发比较秃啊？不是，就是你的刘海经常贴着一撮一坨一坨的，一坨一坨的。啊！有人说出来了，你看看，一坨一坨的。我以为他们都看不到，都看得到。就是这样的话，会更有空间感一些吧。空间感，空气刘海。啊，好会啊！哎，随便瞎想了一个词。嗯，但有一说一。嗯。你打不打算跟林姐单独今天接触一下？啊？哦，直接问了。哇，可以呀。哦。林姐，她昨天问过我，但是我在跟你接触，我冷了你。好，跟我接触的同时跟她接触吗？不行，我做不到。哎呀，高兴死了，曾曾。不符合我的性格。她有自己的原则。当朋友嘛，但肯定很多人看到这一点会觉得很加分啊。加分。做不到。因为坦白讲，如果我对你有意思，我不希望你再去接触别人了。
晨晨。哎，怎么了？早上有点事儿。哦、一大早就开始撒糖。走，好了，来了。送你个东西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你要送我的呀。昨天不是写信说那个人质难受吗？送两个人质呀。你怎么又有两个人？让开。让开。让开。对，但是又搜刮了两个。哎。啊，这两个人质要你拿好，然后这一片不小心开了，你先吃这一片。好，甜甜。走了啊、嗯。你先出发运吗？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你，期待待会儿见喽。哎，为什么？开玩笑嘛，就这么一说吧。其实他们俩互选的肯定会见到嘛。哎，昨天你问我们什么要结果还是要过程的时候，我忘了你的回答了。我要结果。我现在我不敢去聊结果。